当我们心怀理想，踌躇向前，那些陪伴着你的，那些崎岖不平的，那些不被理解的，都在内心焦灼往复。脚下之路从不一帆风顺，一次次事与愿违的考验，让我更懂得捕捉每一处细节，每一笔记录，那些陪伴的力量使我更加坚定，那些崎岖不平都可以一一抚平。我们不能选择时代，我们会成时代。屏蔽喧嚣，遵从内心，每一页被源源不断的能量填满。从学习到工作，选择你的坚持，更要坚定你的选择。你我一起，源源得利。